别求了，他不会离开的。放开我！好不容易抱上，让我多抱一会儿。放肆！君做的女人你都敢碰，是不想活了吗？君做的女人，君做的女人来敲别的男人房门干什么？嗯？你这种女人，我太知道了。只要可以风流快活，你还管什么君做？你点子搁的仙人藤，全茶城人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怎么样，给你试试？陈殿总，告诉你，姑奶奶我自己看得顺眼的，我自己就是一根仙人藤。嗯，我要是看得不顺眼的，你这个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一根烂绳子。妹子，等急了呗，你癫子狗也等急了。娘白白，起来！谁？娘白白！不许动！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！信不信姑奶奶今天就杀了你？我当谁呢？原来是桂英妹妹。我下了一次山，你把我的老巢都端了，不仗义！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。今儿睡你个丫头，以后就不追究了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七彩跟我情同姐妹，你侮辱她就是侮辱我。老子茶城这一仗打得窝囊，受到了惊吓，现在又没有女人给老子压惊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问你老母。我老母早死了。陈殿总，你少跟我耍无赖！我今天不想给肚子里的孩子造孽。你要是再敢动他们俩一下，我就跟你拼命！滚！不走！老子们上城女人，还不能闻闻女人的味道吗？滚！
夫人，这阴殿山看来是真待不了了，早晚得着了他的道。都怪你，非要信那个什么狗屁玉林阁。玉林阁。 玉林阁，你怎么在这跪上了？跪多久了？你先起来。别管我。是我对不起孟竹姐。你跟他说，只要他能不生气，用鞭子抽我都行。夫人，夫人，玉林阁在外面跪着呢。 说是要向您请罪，也不知道跪了多久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他还跪就让他跪着好了。说是让您拿鞭子去抽他呢，我可怕把他抽坏了，赔不起。那要不，您先让他进来吧。那要不我替你去抽他，我使劲抽他，放下。 大哥，嗯，哎，他这个女土匪倒是挺上心的呀。哼哼，还不是看准人家彭桂英背后的石牌寨、石牌兵了。眼下他能借助的力量，也就这一只了。嗯，他能不下功夫吗？ 请罪了，我对不起你。这位特派员先生何罪之有啊？我骗了你，带陈癫子他们上山。看来你不糊涂。好，夫人。 双喜，孟竹姐，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但无论怎么说，我都骗了你，是我不对。只要你不再生气，你接着打。 这次暂且饶了你，再有下次，就不是皮鞭伺候了。